咱们拖着没用，这个婚我是离定了。你不是要去法院起诉吗？我等法院的传票，东西我先搬到水站去。我跟你说这话，你当耳旁风是不是？那好，你和这些东西，你甭想搬到水站去。哎，你耍赖是吧？这卖这房子的事儿是你亲口答应的，你放完屁就想缩回去？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对不起，这个房子不卖了，你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们还没想买呢。看我啥？哑巴你！ 先生，咱们走吧。什么又让他们走啊？好不容易有人来看房，哎，你们别走啊！你干什么去？干什么去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办完离婚手续再卖房，你没听见吗？于是我求你了，你冷静冷静，你放开我！你给我松手！告诉你啊，再动我姐一下，我灭了你！别走，东西啊！我真的说了算。程楠啊。 东西都收拾好了吧？办公司的人来了。你先让他们等一会儿啊！我请您再考虑考虑。还考虑什么？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走吧。哎哎哎！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走别走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家是我姐姐做主啊，你别定她了，这人就是一神经病。闭嘴！你给我滚！ 来，老哥，把人已经走，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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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怀了孕了，你怎么也不跟我说呢？啊，小程他妈告诉我的，怎么了？你赶紧的，赶紧给我回来，回来我跟你细说。我想了，现在怀上了也不是什么坏事啊，这下他们家更理亏了，更得催着他们买房了，知道吗？啊，现在这么办啊，等康兰卖房的钱一下来，就赶紧给他们提蓝银户口的事儿，明白吗？不等拆迁费了，这怀了孕呀，比什么招都管用。 啊！哎，你怎么又跟我不耐烦呢？妈，我没有跟你不耐烦。雨水刚才把卖房的事儿给搅黄了。我刚从康兰他们家出来，现在憋着一肚子火呢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怀孕的事儿，我一会儿回去再跟你说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啊，挂了。你这小子。 会打人了，长能耐了是吧？真让我开了眼界了。你要是不帮我，你就出去。你折腾他什么时候才能消停啊？我告诉你，少跟我废话。你不知道我是老板吗？你要再帮着康兰一家人办事的话，你就给我滚出去站。行，行啊，你就把话往绝处里说吧。行。 这样事儿我们见多了，这两口子打离婚闹财产上的纠纷啊，这房子还怎么卖呀？日后闹到法院，我们可担不起这责任。哎呀，雨水呀，他就是一个二傻子，神经病，整天胡说八道，满嘴都在跑火车。你们可千万别听他的啊！再说了，我姐才不会跟他离婚呢。哎，真没事，您放心啊。那真对不起，要不你去其他中介公司再试一试，反正我们是不能再插手你们家的事了。哎，你们可真逗哎！ 你们只管赚中介费，有钱赚你们怕什么呀？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也不是什么钱都敢赚呀。那个雨水我可见过，哎呦，简直就是一亡命徒啊！我们实在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您请吧。那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啊，就得按合同办事儿。行，你们现在甩手不管了，那就得赔上我们经济损失了。哎呦，你们受什么经济损失了，还让我们赔偿？但我们卖房了呀，这房价一天一个涨，我们怎么没有损失啊？ 这要是一天一涨啊，您晚卖一天，这不是挣的还多吗？那我们还得买新房呢，这新楼盘呀，涨得更厉害，必须赔偿。那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们赔偿不了。
不行，那你也得赔呀、啊！你怎么能不赔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那你说这事怎么办、啊？哎呀，天哪！这雨水真是中了大邪了啊！怎么能下这种狠手啊？疼吧，儿子？疼不疼嘛？哎呦，你忍着点哈。啊。这儿啊。嗯。这儿。嗯来。哎呦！你以后别跟雨水动手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雨水手脚这么利索，他以前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啊！我就算是戳着他脑门，他屁都不敢放一个呀、啊。是啊，我也是觉得，哎。他今天怎么动作那么快啊？那一下子就把你摔了好几个跟头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别人打架。连我们水站的生意被抢了，他都不会跟人吵的，你知道吧？他那么老实，怎么会？那这么说，他是一直在装怂啊？哎呀，姐，这不对劲儿啊！这么说，这家伙不简单啊？啊？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，他整个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从脾气到说话的方式，我完全找不到他以前的影子。不对，他才出去了两天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怎么会呢？就两天。是这两天的事儿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桑叶和雨水不正经。小心烫！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可你就是不相信啊！要变也不是现在变的，早就变了，就你傻不知道。摇什么头啊你？你还不相信是吧？兰兰，妈也该劝劝你啊！要是这样。就真的去做离婚的准备吧啊！反正雨水提出的那个条件呢，咱们也没吃什么大亏呀、啊。那房子保住了，水站他不说一人一半吗？妈，这不是吃不吃亏的问题，更不是钱的问题，现在是我的家要没了，我怎么办？我儿子怎么办？本来好好的日子，这一下子两天的功夫就要没了，我的感情，我的一切都给了他，我接受不了，我转不过这个弯来，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跟他离婚。不明不白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他为了离婚，万一也下这种毒手，那就让他打死我。我就是要死，我也得死个明白。我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是谁毁了我的家庭，抢走了我的丈夫？哎呀呀呀！行了，妈，你别劝她了。她现在满脑子都是浆糊，你就犟着吧你。哎呀，有你这么说你姐的吗？我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哎，行。这些事儿啊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妙妙妈一大早啊就过来给你送鸡汤，我呢就跟她说了妙妙怀孕的事儿。你说我是不是该去跟小程说说啊？你说这孩子他……哎，你。去了大德的雨水，你穷到底了，你还养小三儿啊？有本事你抱富婆去啊！你吃饱了抓着我们来干嘛呀你？雨水，你迟早得梅毒，得艾滋，
个美女穿平底鞋啊？